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，这个角度好像好一点。晚上好，29，我不知道呀。晚上好，第一好，我不知道 你在哪儿。我的长发，对呀，我是假发呀，我没有那么长的头，我的头发已经被我折腾的不行了，它现在还在断呢。谢爱妃的棒，你好，你好。也没有完全输了，先涂了个口红，不然我唇色太白了。素呀素呀，头好点，现在不痛了。刚刚在楼下估计吹风了。你好吗？谢连锁反应的仔仔，谢易容的猪。素呀素呀素的呀，你家网特别烂，这不跟我们中心一样，我们中心一点信号都没有，然后只能用 WiFi。对，我一直有短发。因为那什么，丢弃拍切环节，不知道没去过。对，好久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Hello Hello，晚上好。我刚刚在看他们的那什么呢？我在看他们雪糕被偷了呢。不，主要是那个人像在吃自助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光看群，我就看前两天是虾宝丢了好几根儿，主要是丢了好几根儿。特别好笑的是，他吃了两根觉得不好吃，把他又放回去了。那 虾宝在群里说，是怎么是吃两根觉得不好吃，吃两口觉得不好吃又放回去吗？是吗？然后今天，然后当天那天真真还在说呢，他说我该担心我的梦龙了。然后今天他的梦龙就没了，你都不认识了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因为今天不想化妆，平时都不想化妆，想不到吧？我平时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真实的我。谢06的5朵玫瑰花呀，这才是现在的真实的我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对。酷盛世没有哎，化妆了就不认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哦？我难道不一直长这个样儿？太美了，我难道不是一直都长这个样？比化妆没有吧？我觉得我化妆老美，不行，不准你们这么说，不然我坐在化妆镜面前就像在许愿，不允许你们这么说。不行，化了妆好看。不行，对呀，不行，我不允许，我不允许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两种风格，其实，哎呀，都行，都行了，都行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猪猪侠，哦，狙击崩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寇德斯特，这是啥呀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都行，是我这个人就行，是吧？我知道我就是喜欢我的人怎么样都会喜欢我的，所以我非常的任性，主打一个任性，胡作非为。来，来，让我们上课。第一个问题，哦，听起来有点贵哦。对，化妆就是精致，谢歌曲的五杯奶茶呀。然后，不，老师上课应该这样，这样就是点名，点名。谢歌曲的六个棒，谢康康的猪。晚上好，你尿裤子了？尿裤子的话，我应该给你的妈妈打电话，你妈妈把你接走。老师抽不了那玩意儿，不可以哦，打妹哟、哦，打妹打妹。幼儿园老师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家访，我把你请家访加不了一点，把你请来幼儿园喝茶，就是主打一个真诚，是永远的必杀技。可以多贴点小红花吗？你表现好就给你贴。教师节送礼想送啥？带着你们的一颗真心送给我吧。好好教育我，你想怎么教育呢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因为我这是我本身的头发呀。家访什么？让我来家访。小红送你一朵小红花，没有真心怎么办？那你就不配来见我。你连真心都没有，你凭什么来见我？
谢叶蓉的玫瑰花呀，谢木会卡。那你不是有吗？抖音那是过年的好拍的，那是过年的好，那个好久都库存了。你的真心呢？那谁知道你的真心？拿去喂了狗。只有猪猪羡慕贺卡，点点点，你们都点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是那天那个翻盘回错了嘛，然后去找了代王，然后代王解决到今天，他说晚上给我晚一点，他现在忙，然后晚一点给我回过来。然后后来我刚刚看到两个消息，我点进去，我以为他给我回过来了，结果他给我发了你有两个金丝瓜。我就是意思你有两个身柱，我说啊，谁要点点点点点点，我还没弄我的舞呢，但我买了衣服，特别好看的衣服。我今天买衣服还遇到了一个那什么呢，这样小声谢谢。我今天那个买衣服，就是我昨天不是买了好多衣服嘛，然后今天他寄的时候，他说他都约好快递，然后拿了个包装袋，找个包装袋的功夫，他的猫把衣服给尿了，然后他没法出了，然后他把交易关闭了。然后我重新买了一个，因为我没有衣服穿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买了很多那种收纳袋，我就打算就是单独收纳，就是一套一套的收好，然后到时候一套一套的带过去。精致，点点点，你不是已经都点了吗？你也想点点？谢零六的五朵玫瑰花呀。对啊，我买了几件很夏天的裙子，主打一个夏天。对，还有林中钱，不能说林中，呸呸呸，对，精致女，我买了这种收纳袋，就是这种。哎，我的收纳袋，哦，这种。这种，我要给它搭配好，搭配好放进去。我还有这种标签，这种标签给它贴好，贴好一套一套的搭配好。这样的话就不会很乱了，我每次都很乱，不然，而且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我找衣服也方便。新衣服都买了没到呢，对，我要做精致女人。我们25号吧，应该是，你也没告诉我们，其实我猜是25号。要想好下次给我带什么，带一颗真心。好精致，因为我之前太乱了，所以我决定这次要精致一点，好好的收拾收拾。嗯，倒不是真空袋，真空袋还得抽，而且那种真空袋它会漏气的，那种真空袋很厚，反而其实不是很好用。对，该精致一点。今天可以白嫖一个神主，那不是能不能白嫖，那是白嫖了我就要被处罚了的事儿。晚上好，今天有人说24。不可能，他说一定会让李四号完美的过完他的生日的，也就是说李四号的生日是24号的话，就是说应该是25号。好甜，我哪天不甜？去上海了，对啊，我们要去上海，15天呢，要整整去。我觉得我该带好多衣服，我今天买了好多大背心，反正我要到时候搭配好拿过去。我还买了大背心和 T 恤，然后我的钱只有3位数了，因为总不能天天都精致吧，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当然是要穿大背心。对，2周都看不到，哎，帅。我买了大背心，还买了4条裙子昨天晚上，然后今天买了一个背心和短裤，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马卡龙穿搭。我打算再买点搭配的袜子，去上海不能丢人。看不到没关系，有反图。就是你去上海的话，就是你去上海，你就会感觉你一出门咔咔咔对着你，好多人对着你一顿拍，然后拍完他自己估计也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最后你也不会看到那个图，因为他拍完他也不知道是谁。你破防了，你别破。一天一套，带不了那么多，我不想带很多东西。更新你的头像，结果发到别人插画，像王思怡那样。王思怡的反图发给珍珍，你来了。对，我们住上海新中心，他们说上海新中心比酒店好多了。挺好的。对，他们就会问这谁啊，这谁啊，这谁啊，带你走吧。那你走超微普，22号应该很难切，但21号应该还好吧？羡慕，
包吃包住也没有，我们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有餐标，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就是平时我们还是自己找东西吃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住在上海中心的话，我们就算到那边，我们就可以吃，我们吃食堂，所以我们是没有餐标的。但是 staff 姐姐会有，所以我们出去吃了饭，他们会找我们要发票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报。我们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们是除非是外出了，不然是吃食堂，所以他们就不会给我们订餐标。对，新中心切了个站。啊，哦，没付钱，没事儿。对，我有一首歌，小甜歌。中心我也听说了，好像很严。然后姐姐说，反正15天你们就忍忍吧。谢费曼的荧光海呀，切了站，付了钱。哦，对，是可以现场加站的。誓言，我也是听说很严，但他们说住得很好，两个晚上，那不是很累？有快递，我尽量不要在那边买快递，我尽量在这儿买好。对，15天，半个月，去半个月。他们说就是可以上楼梯，就是虽然不能是6楼，他说你们爬一爬吧。啊，外卖难进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别的都可以忍，外卖我不行。我不行，外卖不可以。我外卖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土味情话。好的，那我等着听。楚楚不爱吃的马卡龙，我爱吃，我爱吃，我怎么不爱吃？有效期，对，找东西吃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外卖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外卖，我能接受环境差，但我不能接受外卖。谢谢叶蓉的三朵花花。不叫，应该有吧。哇，我现在爬3楼我都要死掉了。广州学不知道要自己拿，那你们就会看到我经常带着你们下楼。写规矩的4个奶茶呀，环境差我还挺能接受，环境差我对住其实没有太大要求，就是他是环境差我无所谓，但是他不能脏。我能接受他差，但不能接受他脏。外卖是可以点到，但是好像很麻烦，不知道，去了就知道。谢谢过去的马卡龙，谢谢你，我爱超级爱吃的马卡龙。不能啊，头发都不让人掉，头发不让掉。打麦有打麦打麦，不让掉头发怎么可以呢？有广州没有吧？对，我是不能忍受脏，我能接受差，我能接受它小，接受它别的，但是我不能接受脏。谢草真的0.1分呀，看一眼你猪哦，你还记得呀？哦，就是在无数新宝宝中还能记得有一个猪。这红不，我怎么不行了？我怎么又不行了？你们不掉头发，谁不掉头发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了，谁不掉头发？我掉头发说明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的那个内分泌非常正常。可不脱发，你看我这发际线都是不脱发的样子吗？北京巡演已经巡了很多场，这周公演完成，实在不行可以加站。哎，我的弹幕跳上去了，你不掉不信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快掉完，哼，我也吐了，我也快吐了，哼，我真的快吐了，我的发际线掉到这儿了。你盼着我谢顶是吧？对，他有加站，我觉得其实站票会离得更近一点。我是呀，我只是假发片，也不是我用的是真发片，所以你们看不出来是假发片。发际线粉毕竟是粉儿，很假的，没看出来。我之前长头发是接的，对。Magic，我买的是真发片，就是看着还挺真的，因为它确实是真发。买霸王，不要。墩墩毛，墩墩的毛，我想给它剃毛。说实话，这个猫的毛有点太那什么了。二十一，哦，对，全场竞价，我也以为真发贵，但是比接头发便宜。21号不知道呢，还没定。但你不敢了，假发吧，戴假发吧。你戴个小马扎坐呢。对，站票其实很嗨，北八站区最近还挺嗨的。什么一个人几分钟呀？没有，就是每个人一首歌，
有电影有，肯定有。这周跳那个，绽放微笑的那一瞬间，什么造型去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呗，再说呗，再说呗。花了1200便宜了，1200便宜了，这头发很贵。对，可以戴个小马扎，是也还好吧。为什么不能圆？我就圆，我哟。站确实不，为什么？直接去一层站了。二楼主要太高了，你超嗯，练累跑路。行，21。哎，为什么最近老是周五开票啊？为什么老是周五搞？对，跳加减。为什么老是搞周五啊？啊，周五的话我该学了。发型操控，总选当然是不行的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操控。和谁跳？哎，又跳上去了我的弹幕，跳哪儿了？和谁？和虾宝跳。正负没看过，我以前跳过一次。绽放微笑的那一瞬间，二楼有，对，有一个书包奖励，宁愿坐铺，但是挤呀、啊！你们小心把屁股坐的去世，我跟你说，屁股真的会死掉的。我昨天就是刷到了，但是我的屁股还活着，我试了一下。你们试试，说不定你们有的人屁股已经死掉了，都会挡住，听不到，大声一点。今天学为什么非要加个妈咪？周末租不到，不行了，铁门啊，铁窗。哎，上海站区很近，感觉能看到腿毛，就去不了。什么？哎，应该，我觉得二楼应该搞个涮火锅，哇，好爽！弹幕好快，是的，说明我 red。不是，对，吓人诛心。二楼我觉得应该弄个涮火锅。晚上好，那也挺好磕。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看，对，屁股会死掉的，你们去搜搜，真的会死。我跳过，我前段时间跳的，跟 TT 跳的，屁股还好，谁当瓜没想好，应该是双花，但是他跳一号位的那种，那我应该还是跳上次那个位置，因为那个是二号位。二楼沙发睡觉，而且我想知道沙发和超杯哪个舒服一点。二楼沙发，请年假，年假还能请。嘉兴路有备二，对，确实，对，上海站区好近，屁股会死掉的，真的。4月22，4月哦，哇，你还记得？看报，一等座舒服的嘞。对，沙发感觉听起来舒服，但是那个很舒服，我只知道超杯很舒服，我还没在二楼看过。第几步？好好看，我觉得我那场二楼可以睡着。你是来睡觉的咯？没做过超威，下次试试。你可以来早一点，先感受一下。跳猪猪侠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。坐下来就可以。铁栏杆，没有。屁股，他们说久坐的话，屁股就会死掉。不啊，超威就是靠在那儿，还挺舒服的耶，可以睡觉，真的可以睡觉，就是靠在那儿，就是睡着很舒服。我每次靠在那儿，我想睡觉。你凭什么睡觉？你好好看，不允许，就是看不到，花钱来睡觉是吧？就是，太过分，什么意思？嫌吵咯？你们是来看公演的，还是来睡觉的？喝酒睡不着，第一排视野很好。前面会被挡住哦，第一排确实，第一排很近，可以看到双下巴。我最近想双下巴很突出，因为我最近胖了。我最近胖了，我又胖回90了。该瘦的时候是会瘦下来的，哎呀，不重要。道具沙发没坐过呀，除了一个圣诞在二楼。嗯，哎，我的弹幕又跳上去了，没关系，不丑，好开心。你们可以连坐，保持。没处睡觉，好的好的，
我昨天翻出来一包鸭锁骨，好好吃。找到了，超味连坐。超味连坐那也太苦了，那也太苦了吧？太酷了，不是太酷，太酷了，炫酷。喝口水。哎，好冷呀，把空调关关，一会儿再开开。冻死我了，我现在比较虚。我现在有点虚。鸭锁骨。压锁骨，折哎，你搬个沙发吹气的那种，你是孤狼，不让出价，为什么呀？怕被踩到。对，压锁骨，鸭血不是，是压锁骨，好好吃的压锁骨。猪锁有病啊！哎，猪锁骨能吃吗？我想知道。哎，起不来，起不来了，哎，起来了。谢福月碗的高级马卡龙，哇，今天好多马卡龙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福月碗，谢谢你的大马卡龙。猪有说过吗？猪有，瘦的时候有，胖的时候没有。掉票，掉票哦。怎么掉？连唱三天，唱什么呀？我哪天不火？我每天都是虚火，日常虚火，哪里有锁？我也看看，不给看。我有，但我不让你看。掉票就是把你掉在中间。哦，真有在叫票啊！我以为说着玩呢，真有掉票。主要是没有灯，确实丑丑的。谢零六的荧光海呀，没有灯确实会那什么。真好香，谢飞曼的蹦迪呀，可以拿上这了。这，我们晚饭也是水饺，但我没吃，我是吃了两口别人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打开一份吃不完有点浪费，然后吃了两口别人的。我现在有点饿，我一会儿下了播，我要把我的排骨汤热一热喝。那是啥？哦，我中午吃的酸汤水饺，它那个汤真的跟我家里做的一模一样。要吃饺子，难怪今天点饺子呢。我今天吃了一整天的饺子。海带汤，周天点的，还有淀粉肠，哇，好香。外皮酥脆，酸汤水饺就是，我的做法呀，我家的做法就是，我家其实主要是馄饨，我家只会煮酸汤馄饨，很少酸汤水饺，就是放很多醋，然后辣椒什么的，很好吃。谢零六的40个巧克力，谢谢你，好甜好甜。你不吃饺子，我吃，我也不怎么吃，我喜欢吃馄饨。确实。然后我会让他多放那个什么，多放醋，因为我喜欢吃老酸那种。反正我今天点这个除了它是饺子以外，别的都跟我家一模一样。我家煮的馄饨，因为喜欢吃酸酸的，吃馄饨我觉得就是要吃好多醋的那种，那醋越多越好吃。酸汤牛肉，酸汤水饺没有那什么，没有牛肉啊。
是吧？我喜欢加醋。嗯，馄饨好吃，真的就是对紫菜虾皮醋，然后要放好多好多醋，要放好多好多的醋，然后放那个香菜和葱，加了半碗醋，就是要好多红好多醋才好吃。我每次备注都是多放醋，酸死我。然后就会刚刚好。我之前跟我朋友在学校食堂把人家半瓶醋倒光了。嗯，醋好好喝，也不是好好喝，就好好吃。我小时候还喜欢单喝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太酸了。我现在好，吃不来酸，酸真的很好，醋用的最快，好好吃，酸的，一个酸的，一个辣的，哇！放点香油，香油倒是不放，我家蘸着醋吃。米线我是喜欢那个放花椒和辣椒。酸肥牛，醋加多了，哼，我无所谓。你要找我加，我就说你自己说是免费的，可以直接柠檬水。没有柠檬，我觉得有醋的概率应该比有柠檬的概率大一点。也不是好能吃酸，就是喜欢吃醋一类的。我给你们推推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好吃，这个颜色的好吃。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这个你吹。他们说那个醋是美白的，喝多了是美白的。放麻椒油，山西老陈醋，我没去过山西，这是酸梅片，吃呀，片剥了吃，不在你们面前吃。你怎么考古考到那去了？下个字的荧光海，就没骗。好好吃，无语。我吃真的醋，谢米卡的两个奶茶呀。你好呀，我觉得这首歌不好听，我想听这个。我的鼓哪里好考了？我也出道一年多了吧，快两年了呀，哪里那么好考？不信你们在哪？哎呀，对不起。啊，苏啊苏啊，这是特殊对应，好甜呀。这样子的一段，对。素的素的，素呀素呀。我看你敢，给我带瓶橙醋，谢谢你。我宿舍的醋真的快用完了。我刚看到那个柠檬、海盐和胡椒，我好想吃那个啥呀，好想吃口蘑呀，好想吃口蘑。现在买来得及吗？我哪敢粉了？我真的觉得醋很好吃，真正的不寒心，真正的心寒，不是大吵大闹。其实我怀疑我的绿色心情也少了，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个对他没有认真，没有好好数过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少。其实楼下的冰淇淋我怀疑也少了，因为我就吃了两根，他就只有三根了，他明明有八根，但中途我也给过别人，但我记得我就给了两根，这么来说的话我应该还有四根，但是就少了。但是我就是也不确定，因为我记不清了。零花哦，省着点花，我的工资已经快花完了。紫菱啊，我也觉得该查一查，我也觉得主要是丢的太多了。主要是很离谱的是虾宝那个吃了两口放回去了。吃了两口放回去了。
真的很离谱。我觉得卫生纸都算了，可能他实在是没有纸的时候用了，我现在已经能接受卫生纸了。但冰淇淋这个冰棍这玩意儿，我觉得很明显是私人的东西，不知道。主要是我楼上的冰箱冰不下了，所以我才会放楼下，不然我就放自己宿舍了。对，虾堡那个放了两口放回去了。我也觉得建议调监控吧，真的。主要是真的很离谱，就是一开始是饮料，虾堡的饮料，然后是冰淇淋，然后今天是真正的梦龙，然后我的好像少了，但我记不清，所以我就没有计较，因为我记不清。就是很离谱。不能说放在公共冰箱就是公共的吧。谢没收到的清新奶茶，它怎么在循环播放呀？这首歌叫《我的舞台》。对，主要是那天特别好笑。哎，没头脑的奶茶谢了吗？谢谢你的没头脑的奶茶呀。就是那天还说完，那天刚说完，前天刚说完，真正刚说完，说我该担心我的梦龙了，然后今天没了。还挺会挑这个吗？这什么动画片的呀？首先我应该是没有听过。对，真正的梦龙丢了，少了两个人，被吃了。对，有心理预期。不知道啊，我没看过。我觉得我首先我肯定没有看过。没听过这首歌，因为，哎，今天官博发到李斯奥，后天呢就是明天，后天呢就发我了，我后天该发一套照片了，我没看过，我小时候最爱看的是小白虎，就是那小什么小白虎回家那个，来吧，我好像没听过，终于要发我，对。如果他发的话，我就把那条照片发一发。对，那个小虎回家，什么准备跳什么？没有啊，你们不要太期待我的视频，就是找了点素材剪吧。我没有那么卷，他们不像我没有人家那么卷录舞的，我就是找了一个剪了一个美美的视频而已。我觉得美就够了，发了。对，就是后天应该就到我了，我就是剪吧我的素材。谢丢的0.1分呀。那你可一定要来看21号的那什么呀，21号的奖励舞台呀。我没有，我剪的特别好看。谢谢连锁反应的高级马桶，哇，你们今天好甜呀！你们是不是怕我在上海没有钱吃饭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该买马卡龙吃了。去不了，好吧，我今天也很甜，我每天都很甜，好甜，像我一样。上海有食堂。我才不要发给你们，我不要，我要放点别的歌，我要放点别的歌。你算盘珠子都打到，算盘打的我在生活中心都听到了，我卡。是的，你们卡了。特别，这是
新中心和食堂一栋楼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说上海吗？上海我不知道，我没去过。你要说我们的话，我们没有新中心。没有，就是刷 B 站刷到了自己，点开看了一眼。成都有，我们没有。我们换了，我们也换新中心了，只是换了还不如不换呢。这个刀是昨天切西瓜的刀。我这两天吃老多了，我昨天吃了一个一整个西瓜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小西瓜，但我也吃了一整个。你在写刀。我们确实换中心了呀，我们换了，但是换的还不如之前。但是换中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空调便宜了，就是电费便宜了。当下夜，西瓜是谁？啥西瓜？西瓜是假的。我现在就住的是新中心呀。给你看，我的玩偶大军又已经倒下了。现在这个对啊，就吃鸭血粉丝。我有排骨汤，我现在不直播吃了，我不要直播啊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的被子又脏了，但是我就是实在是不想换了，然后我就没有换。就是我把那天我偷偷的背着你们吃烤鸭来着，让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故事。就是我想偷偷的背着你们吃烤鸭，就是吃点独食嘛。然后我就打开了女子推理社，然后就边看我边撕开了那一个酱，然后那个酱它砸我床上了、我太难过了。这是我第一次，我是刚换的新床单，第一次用。我下次再也不偷偷的吃了，我再也不要偷偷的吃了，我很难过。好大一摊烤鸭酱。啊，真的完蛋、啊、完蛋、啊、不是，它是飞出去的。太难过了，我太难过了，真的很大一摊。主要是撒了我一点没反应过来，然后我就是然后放下来了，然后低头。我当时，然后我刚当时换一下，对，我要换一下，但是我想偷个懒，再将就一天，因为我每次换床单，我就要重新买一遍这堆玩具，所以我说算了，再偷两天懒吧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我把它放到了我的脚那边，因为我每换一次床单，我就要重新把这些玩具买一遍。不行，我不要。嘿嘿，我马上就可以去迪士尼买新的那个，买夏日的夏日系列了。我也觉得，我从上海回来再说，因为我觉得我去一趟上海，他们绝对会尿在我的床上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可以再熬一熬。出脚。真的，我刚换的琳娜贝尔床单，这么多，哎，我最爱的迪士尼，什么，800多，为什么那么贵？我拍呀、啊，我每年我每次去迪士尼都拍了 vlog， 应该是吧，我应该都发了吧？让我搜搜我的 B 站叫什么来着？猪猪就是猪猪。啊、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我只发了第一次去的，我只发了第一次的变脸，不会是我每年跳了吧？我去年的总选 vlog 还没发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要是今年发的话，标题就是“当我在今年的总选发去年的总选 vlog”。我说哦，对哦，我可以两年的一起发，关于我的两年。
对，我第二次去是因为我在直播，所以我就没有发 vlog。我还没剪，我直接在台上人家念的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剪视频。今年发去，真的我应该，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明年发今年，我明年再发今年、去年和今年的总选 vlog， 我就是五年总选三年 vlog， 对不起，真的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给的。万一我上台，我不给自己这种虚无的幻想，在上台的前一秒，我都不会，就是只要在站上去的那前，就是在只要我没有站上去，我就不会给自己这种虚无的幻想，全部一起发，你有病啊！做戏去，没有的，我去年。我去年的头像就，我现在的头像就是去年拍的，打哈欠，困死我了。但是就是没有全程 full 了，只是刚好拍到了，拿满机不了场，然后我跳你们所有人的机场，进圈一下，不会的，我总选没有的，因为我去年没有，台下打排位，笑晕。我听姐姐说的最多的就是。七七宝贝去年的哭要在那哭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找不到他人了。姐姐说你能进，就姐姐已经预测，已经就是大概得到一点消息，知道他能进，但是也不能告诉他。然后七七，他是跟七七说你准备一下吧，七七说我进不了了。然后这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是在那念了好久都没有到嘛，然后七七就跑了，跑出去哭了，然后急死 staff 姐姐急死了，说七七呢，人呢要领奖了，人呢，然后让抓他去领奖，好不容易找着了，快去，你说什么？你快回去坐着，要领奖了，一会儿念到你了。他说没有我，真的很可爱，七七就真的姐姐快，万一一会儿念到你了，说七七说不会有我了。staff 急死了，真的很可爱。其实我听姐姐说一万次，我都觉得很可爱，太可爱了。那主要她那会儿哭的真的蛮心疼的，哭得好惨。姐姐，真的，他们就是满整个那个场馆还挺大的，到处找，找不到人，然后好像是电话也没接。你好为难，真的，姐姐说，就是她也没有直接告诉她，但是给。他大概猜到了国徽，国徽。姐姐跟我们说，我听了好多次这个事儿了，但是每次一听，每次听一次我笑一次，听一次我笑一次，我觉得太好玩了，太可爱了。在广州，对，你跟我试探是吧？去年好像是在哪，他俩没有啊，他俩什么四川话，皮痒是吧，下去去去，对，只去握手，然后你就会面临就是，哎，其实我觉得金曲那会儿是最松的，不知道呀，应该没有吧，猫怎么办，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商量，就是把都送去郭海莹家，然后因为他有个房间嘛，然后就是我出一点路费什么的，我说他说赚点，我说也其实你这赚的也挺少的，你要是要寄养费我也会给的，他说算了就是出个路费就行了，然后放他家里的话让他妈妈铲铲屎什么的。小超写满手笔，不可能，我去年就是上去，紧张死我了，这一的一分，不，我现在是一个手老菜皮了，首先我应该上不去，就算上去了，作为老菜皮应该也有话说，不会尬，你怕尬你不要来啊，去年很那什么，
去年很慌，主要是彩排的时候也没有彩，因为彩排的时候还不是我，彩排就压根没有彩。然后他现场跟我说的流程，然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我还蛮，真的吗？我其实不知道，不确定，想去来呀。我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尬死了，我现在熟练了，我现在是一个老菜皮，很尴尬。我第一次刚出道那会儿还挺尴尬。怎么你们还要团群握？团握就是群聊，可以轻松点。回不去了，回不去的曾经。哦，你是谁呀？社恐不敢去，你不已经去了吗？点个海带汤。什么让我请你们喝海带汤是吗？哦，不敢去是吗？那你们最好不要来哈，不要让我逮到你们来哈。来了把你们轰走。我说哥哥不要握他。哪里不服了？我说哥哥不要他。哦，哎，我的灯掉，给你们看我的灯。哦，好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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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哥哥赶走。没握过，少来，一个二个尬的要死，素呀，我猪猪也是社恐，素的。戴面具，别不戴呀、啊，想握，马上就能握了，去上海15天呢。我也社恐，就是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的。你看，你应该是叶子鸡了，只参加过云落，没关系，总会有机会的。送小票，还想白嫖是吧？电源能量，醒了再打晕是吧？一个彩虹糖不认识，你应该下次带个旗，彩虹糖聚集。电卧需要150啊？为什么那么贵啊？上周好像也是150，我记得。头套，你别不戴，我上次有看到穿女服装的耶，149，便宜1块钱是吧？对，我收了小票，然后拿你的小票去握别人。什么时候会？我不知道。对，上周也是150，我记得。素呀。可以聊多久啊？好像是1分钟，我记得。250，真的很贵。那你说不是应该便宜吗？1分钟好快。你可以坐在那假装听不见 staff 说话，然后直到他们把小雪叫过来。真的，你们可以坐在那。积分卡跌了，选择场外 OB， 场外 OB 是不适用。上周那个好像不是很凶，但是他就是会催，然后你就不要理他，你就坐那就完了，就往那一坐，你就假装听不到，然后直到他把小雪叫过来。哦，我们现在还新来个姐姐，直到他把那俩姐姐其中一个叫过来。说啊，我走了。对，我这几次 staff 都特别感人，他们跟我说别人就是好几分钟都行，好礼貌，懂了。好，我每次都被小雪直接按那个关的那个键，你知道吗？上次锁屏锁掉了，然后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把我的声音关掉了，小雪。就把我的声音关掉了。他平时是按那个挂掉的那个电话挂掉那个键，然后上次锁屏他按不了，他就关时间。对，我会按机器，但是我好像按了也没有用。收小，为了把你们赶走是吗？
少来，我帮每一个人，你就走，你们就是太乖了。我哪偷发微博了？对，就是我那个 staff 一直都很严，我不懂为什么。像个盐，是自由头，就坐在那，坐在那不动就行。这什么歌？小雪的小雪会，你下次就不让，对，你下次让他们把你架走，长得像新疆人的 staff。啊，那我倒不知道。你说新疆人，我以为你说新生。在场外好拍，我但愿吧。小雪知道吗？小雪知道。我就说我怎么没有发。真的，一到那他就开始变凶。他之前都不凶的，他平时都不凶，他平时老温柔了。结果一到时间他就开始变凶，老凶了。哇，金曲那个 staff， 哇，他是真不催。只要没人，只要他那个很凶的那个姐姐不来，他就不催。我几点开播的呀？裤子，裤子是在场唯一被催了的。就刚好那个姐姐来了。最近的小孩子喜欢不催的，对，人家就跟我说那边的很好。一分钟了，两分钟了，三分钟，哇，还有一张券握了半个小时的都有，就是真的不催，没有人他就不催，就那种，就是他直接让你聊到下一个人来，对，没有人他就下一个人来，他都还在，在催，就催不上。金曲那个什么，行，金曲那个好松，对。裤子就是每次去都刚好碰到那个 staff， 少来少来少来，二狗子少来 ，pick 蛋。裤子那次就是每刚好遇到 top， 是 top 没有办法，那 top 人多，你人多当然没有，肯定要赶你，帮你盯着。我都烦，你知道，我都有点烦我那的 staff。我都有点烦，你知道他吹得太烦了，吹得哇哇哇。对，戴眼镜儿，那出去拜拜也行。他 top 人多，主要是解压的猪猪，猪猪小宝都比我那里。对，主要他刚好换过来了，就很无语，而且老凶了。嗯、我以后，我什么时候能当 top？ 也不一样。那难道是我运气差？晚上好，就是，晚上好，晚上好的，我是北八，对，我是北八 top 十六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北八 top 十六哈。你们就是对我尊重一点，我可是北八 top 十六，老 red 了，特别火，真的跟催命一样。去成狗的难，谢谢 Dio 的零点一分呀，现场粉丝别呀，一分不到二十，我是大 top， 北八 top 十六 ，top 七，严格来说不是。严格来说不是，对，我就是，哦，但我是北八四波头皮，快让我在最后狂几天，再过几天狂不起来了。我是速爆 top 七，我可是北八大 top， 速爆无解，快狂两天，再过两天狂不了了，再过两天没得狂了，趁最后的机会赶紧狂一狂。我是北八那个前五呢，我是北八神七呢，速报神七呢，看看 top 就是，再让我再最后狂几天，不狂来不及了，马上中报了，中报来了就狂不了了。
就框不起来了。我直播这个封面，这个封面是我的反图，你个假粉丝。还有更高兴的，那祈祷我能有更高兴的。开床太晚了，好吧，我要让你们面壁一秒钟，因为我想吃个蛋黄派。哎呦，盼死我了。哎，因为我没穿裤子呢。哎，达利园，达利园蛋黄派 YYDS。哎，这面是正的。嗯，蓝雨园蛋黄派 YYDS。 哦哦哦，我是流氓。好，蛋黄派，不要好丽友，好丽友不好吃，蓝雨园的才好吃，不沾盐。达利园的比蛋比好丽友的好吃，因为达利园的那个芯儿，它嚼起来有沙沙的感觉，那种糖糖，那种脆脆的那种，怎么形容呢？总之就是达利园的好吃。我本来今天想偷偷吃东西的，但我现在太饿了，没派，那没吃过。Q 点。我喜欢吃蛋黄派。是吧，蛋黄派。没有。不。但我该吃吃，该减减。我非常有能控制自己。法式早餐。我又想起来。哎，你们知道我们这公司之前搞了，就是订饭的时候跟我们说，那个订饭的早餐写的法式早餐吗？你们知道那个法式早餐是什么吗？牛腩，哦，是法式小面，达利园法式小面包和一瓶牛奶和一根火腿肠。他写法式早餐。他还拿了个什么别的早餐，别的小面包是什么？还有个什么别的小面包忘了。真的，法式早餐，我期待了很久，结果就是半夜，就是晚上，他就已经给我们拎回来了，说你们的早餐已经到了。我说我看看，然后我一看法式小面包，我说哪里法式了？姐姐说呢，法式。六早餐，一杯冰美式。他舍不得给我们冰美式。对啊，还有水果呢，给了一根火腿肠，一个牛奶，一瓶牛奶和一个法式小面包。六，我期待了很久呢，我们大家当时都很期待。主要他写的很高深莫测，法式早餐，哇！我当时觉得我们公司发达了，上档次了。然后我不好说，确实法式。冰美式不是在亚洲人吗？贵，应该是超出我们的餐标了。他前两天把盒饭换成剧场那盒饭，老好吃了，结果这两天又换回来了。啊，确实，但是我没起床以后，那个豆浆一般都不能喝了。其实我们冬天那个早餐还挺好吃的，烤冷面什么的，有冰块就行。谁有心情给你搞呀？他们才不给我们搞呢。
们才懒得给我搞。骨头掉了，什么骨头掉？让我看看这是什么歌，这是银铃的歌，怎么可能是八十年代呢？啥时候热？在我下播以后，偷偷吃，我要偷偷吃，我要吃独食，偷吃。风格哦哦，对，我上次排骨掉了，主要是我刚嘲笑完王思怡，然后我的骨头就掉了。稻谷朋友好像，稻谷朋友是双生吧？还是他引灵忘了？太久远了。然后我那天晚上那个馒头还掉了。我们盒饭真不好吃，所以那次阿姨吃完以后说要不她给我们做饭吧，然后公司拒绝了。不能名场面，因为我吃的太丑了，我想要这样吃，所以我不要，我也好吃。对，我现在嘲笑海带汤呢，结果笑完，然后我的骨头自己没捏住飞了，然后飞了以后，然后司仪给我热了个馒头，那馒头没吃完，然后掉我脚上了。你现在吃，哎，海带汤。好几万了，我贡献了很多。我又热了，我要开空调。我今天还要收拾一下门口，公司又要扔我们东西了。我看了好多啊。腌成草莓味儿，对。每天看，哈哈，完蛋！我是，但还好，我那天也饱了，就是有点浪费，就是有点饱了，那天只是有点浪费的，就是。无套夹子这首歌叫张碧晨。哇，张碧晨唱的歌，那不得哭死。哦，又是新宝贝咯，又是宝贝咯。要热汤没坏，没坏好着呢，我放冰箱了怎么会坏呢？我很大坨啊，我有什么很大坨的视频啊，我有什么很大坨的视频、啊、嗯，还好你没有宝贝。哦哦哦，这是很骄傲的事情吗？你居然没有宝贝。好，晚安。我有什么很大坨的视频吗、啊、嗯，你发的，我怎么没刷到？大家好，我总是拉屎。救命啊！我服了。我总是拉屎，我这会儿怎么有人说他看了拉屎很大坨？我说我记得我不是只给一个人发过吗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那都是骗你们的，真正的我不是这个样子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
我总是拉屎很大坨，但我不能给你点赞，因为这是我的小号。噗呲。我谢谢你，我确实谢谢你。我十分下呀。什么呀，我总是拉。就算拉也是拉的草莓味的。不行，我现在饿了，我现在就要下。晚安。我要去热汤喝了，再见。谢谢丢的玫瑰花呀。